啊，你啲卧底真係得意，揀親都係天台。今日成個流程咧，都係經由一個中間人啦，去介紹我哋出嚟嘅。咁佢會同我哋先至聲明，有500蚊一日而做到呢個遊客。百幾萬人，大家知道係冇人收錢嘅，係冇人會為錢去做呢樣嘢。咁喺佢哋嘅角度咧，只不過係當一個有益身心嘅行山活動啦，遊行曬下太陽啦，而大家親戚朋友出嚟聚餐一下，就有500蚊一日啦。但我想擺俾大家聽，如果好多人話為咗和平叫你嚟參加，咁佢唔參加，佢係咪一定要完全明白佔中係講啲咩嘢？唔需要噶。咁即係點啊？所以曬下太陽啊嘛。张容讲到几咁伟大，但阿姨就踢爆，因为佢亲戚就系组长，叫晒姨妈姑姐参加今次游行。阿姨好唔中意强国用钱收买人嚟游行，先至大义灭亲咋。仲有几多个好似阿姨咁收钱嚟游行？我哋嘅记者就化身卧底，深入敌阵。这边厢，我哋嘅记者混入广西社团总会，寻日朝10点先喺白田集合。第二号车啊，你跟住佢哋啦。揾蛇头捐借点月名，先收2嚿水，之后300人就浩浩荡荡搭城巴去维园啦。我头先700个人嘅，有俾全部嘅。搞十分姐多次提参加者，唔好同记者讲收钱游行啊！你哋个换晒啲衫咧，就喺食条地嗰个，除晒啲衫，我搵啲工作人员车啲礼物俾你哋。2点零钟翻去白田护委会攞礼物，有啲咩都值100几蚊噶。嗱，边厢我哋都混入广东惠州总会，佢哋仲喺内地吹鸡，搵人落嚟凑数。游行到中环之后，就大队搭港铁去红磡啦。搵间餐厅先出粮，都几好批噶。仲要系我要嘅嘢，我要嘅嘢你都未必带嚟啦。梗系担大旗嘅福建帮就好小心啦，净系叫大家翻屋企等电话，再安排点样交收。系行去中环啊嘛，我哋冇行去中环，冇行去维园呢度，冇行去中环，开始咗就走得噶。系几个位咧？应该系虚位啊嘛，系一只讲几句啫嘛，你入到去就 OK 啦。从嗰边走咗，自己去搭车啦。哦，咁啊，自己搭车。系。大出血搞个成千万维稳工程，都系想将相影出嚟好睇啲啫。一出维园就走，都好唔专业啫。苹果手机 App 新增最新通知功能，只要听到就知有大新闻，快啲更新啦！